我和这个老陈可以说有太多的关系了。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老陈边上的这个土曼河畔边上长大的这么一个喀什的一个小伙吧。我想在这个老陈里面有那么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去打造这么一个咖啡馆，在外人看似格格不入的一种东西，你说它在老城里面存在的意义，可能就是一种融合吧。这种融合彰显在我的设计里面，我的饮品里面。所以说，我也打造了一款我们的一个创意饮品，这种咖啡，西方的咖啡和我本地的香草料的这种融合。我得到反馈是哇，好厚重，就跟老城一样。哇，那我就说，那叫喀什咖啡吧。其实我亲自再去想去做它，是因为我完全享受这个过程。我咖啡店的承载，它的属性，我期望它也是这样，能够了解喀什，了解我和这里面所有生活的这群人。其实我咖啡馆当初的定位，我也想把它定位成一种现代与古朴相结合的这种定位，是能够让抵达到这里，来到古城里面，来到这个咖啡馆里面，让人感觉到哇，这就是一个浓缩的喀什。我们看似很陈旧的这个老城，其实它并不陈旧，它有一种历史的一种重力，它有很多可以让人去徜徉在里面的这种发自内心这种感受。我2017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从最初从一个毛坯房开始要去打造这样的一个地方，我开始不断地从我的一些线上的一些巴扎以及跳蚤市场捡回来的一些很古董的一些东西去装扮的时候，我的周边邻居左邻右舍琢磨不透，哇，这个小孩要干嘛呀。我是想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然后回溯到这种历史的一种回响，我把这种记忆留下来了。我让更多想要去从外面去到你的这个咖啡店里面去知道你的哇这种文化的存在，他们就从刚开始完全陌生到最后他们愿意坐下来。咖啡在老城里面的这种存在，原来是就像老的一辈也愿意去尝试，像我们新的青年也愿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它并不冲突。我能感觉到我的左邻右舍，他们的祖祖辈辈的几代传承的这些匠人，他们的观念也转变了。他们甚至就住在二楼，把自己沿街的店铺都愿意去拿出来去这种去做一些生意，或者是迎接这样子一个古城里面的这种焕然一新的变化。不再是用很陈旧的这种思想上去说我们完全不愿意这种发展，或者是接受不到这种时代的变化。在这个土地上，老人有老人他们自己的一种沉淀，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梦想，都生活在自己这样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一个时代里面。我真的希望能够改变的是一种那些道听途说，或者是从来没有就是说是来过新疆，你对于这块地方还是处在一种在听，你没有真正的有一种心去想的是我到那里去，我真正的去感受它。我希望改变的是他们的这种观念，是他们真正的要有勇气要走出来，要到喀什来，要到新疆来去感受我们这片热土上真正的像我这样子爱自己的家乡爱得很深沉的这帮年轻人。我觉得新疆真的是一个这一生当中你真的要来一次的一个地方。
我希望是能够有我的这条街上是各种肤色的人徜徉在老城里面，各种语言的一种融合。对，我是真正的想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